前我带两个小女孩，你女儿跟你女孩做联系，跟你女儿，我跟我女儿，哎，以前的。导演蓝天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我走红的歌曲是哪一些吗？今夜我睡觉没有你陪。今夜我睡觉没有你陪。失常的夜晚。不要那么硬。不硬，我不硬。你硬，我不硬。你硬，跪在面前我是硬的，在男人面前我是柔软。我跟你讲，柔软的宪哥。我是那干是硬的，好吧？昨天晚上说要来看兰姐，我还跟那个小飞我们通电话在宝岛台湾啊，他没叮嘱你吗？哎呦，出了任何事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哦。行，那大家以前看我的节目，我猜下一个节目是什么？是我吃。以前我带两个小女孩。哎，一起做了一个节目，对不对？你女儿跟你女孩做了一个节目。跟你女儿。你的女儿。跟你女儿。哦，跟我女儿。哎，以前的。公开没事，我说我们私底下还是可以聊聊。我跟你讲讲，你舒服多了。我一直都有说的。